譚力海，爸爸媽媽二揀一，開始。親愛嘅，親愛嘅爸爸媽媽，今日我要做一個又痛苦又重要嘅決定。決定係嘛？大声啲，就系你哋两个。你哋两个当中有一个人可以同我去旅行。好，手放前面啦，系啦，啱啦，放低手得噶啦，系啦，嗰个就系。嗰个就系爸爸，因为佢成日同我玩，同我成日陪住我，系妈咪喺度睇书。他成日帶我，所以我就跟我爸爸去旅行。你不要太擔心，我幫你，我記得買禮物給你。即是跟媽媽說，是不是？媽媽不用擔心。或者不用傷心，是不是？我會記得嗯，好好啦。